情节，说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青草香，香果甜，飘着露水，飘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，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道路。放得开，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。小时工作，熊大熊二，给强哥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抓到你了！我怎么打败你们？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竟敢打扰我强哥睡觉！都真是谁呀？还在睡觉？李老板呢？其实我醒了，早就醒了。刚才您可能听错了。不用解释了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必须在72小时之内给我砍一棵百年美人松。百年美人松？这个也太难了吧，李老板。哎，这个我不管，我只负责收结果。不过我可要告诉你啊。这棵百年美人松是一个国外客户给我订的，可值钱了，几万美金呢、啊！几万美金？可是那两头……别客气了，你好好干，事成之后这个月双倍工资。但是要是你搞砸了，双倍工资，包在我光头强身上，保证按时完成任务。肥波，你抢着我这个月有双倍工资拿了！不行，我只有72个小时，我得赶紧准备一下。啷个里个啷个啷，啷个里个啷啷啷。今天强哥我得到了大喜讯呐、啊！李老板告诉我，双倍工资拿呀！娘，我的羊，我的羊，我的羊，好痛啊！我要找的你好辛苦、啊、石头，是谁在搞恶作剧呀？好呀，好辛苦！快一点给我出来！光头强，他去的那个方向不是？美人松，强哥我来了！光头强要砍百年美人松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告诉熊大熊二他们去。哎，百年美人松在哪儿呢？哇，找到了！美人松，强哥我来了，双倍工资！哈哈哈哈哇哦哇哦！双倍工资！哈哈哈哈哈！太好！哎呦，谁呀？敢乱扔东西！是你们，光头强，是不是又想砍树啊？你们别过来呀！千万别过来呀！哎呀！光头强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跑哪儿去了？咋没人影了呀？就凭你们还想妨碍我砍树，真是自不量力！哼！这光头强是跑哪儿去了？是呀，他一转眼，肯定又是光头强。
光头强，给俺住手！住手！哼，你们一来我就跑。兄弟，俺们一来光头强就跑，这咋办呀？嘿，就这么定了，咱们就守着这棵美人松不走，跟光头强抗战到底。咦，太好了，这样就能保护美人松了。熊二，咱们来准备准备。好啊，居然不走了，强哥我也跟你们杠上了。哼。都装起来。多带点，多带点东西。大狗熊，强哥我来了。熊大熊二，你们准备好阻止光头强了吗？放心好了，俺们做了充足的准备。那就好。很快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好冷啊。机会来了。好险呐、啊、快到了，这就到了。不是吧，地震了！地震了！不许睡，不许睡，行动！咱们吃饱点，今天又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机会来了。嗯，怎么了？美人松，我来了。谁？熊大，我们来砍树了！就你来砍树，就你来砍树！让他砍树。不能睡，不能睡。喂，别打扰我砍树啊，强哥我忙着呢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哎，李老板，没办好。什么？这两天你都干什么去了？就剩一天了，一天，树莓工资不要了吗？要，当然要。今天我肯定把树砍完，你就安心等着吧。为了双倍的工资，强哥冲啊！熊大熊二，是光头强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熊大熊二，往哪逃？呀！追我炮弹！呀！快！哼，想打到我，门都没有！嘿！强哥冲啊！熊大，吃我一腿！惹我光头强，熊熊变绵羊！不能睡！幸运之神一定会眷顾我强哥的。看样子光头强很困呐。熊大，俺也困。还想到个好办法，瞧好了。哎，
宝宝睡，宝宝睡，宝宝快睡觉。不能睡，停住！快睡，快睡觉，快睡觉，快乖乖地睡觉。宝宝快点睡觉，快点。看来摇篮曲起作用了，郭头强快不行了。倒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睡得真舒服呀！喂，郭德纲，这都过了72小时了，树呢？什么？72小时了？我的损失直接从你工资里扣！喂喂喂，李老板，你听我说呀！喂喂，这……熊大熊二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在这森林里有一种我最爱的东西，香甜美味，特别让我难以抗拒。苹果香蕉里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一比，在我心里有了它就要幸福和甜蜜，就这样抱着蜂蜜一起向前行，再苦再累我也不在意，因为它我就会开心无敌。就这样丢开那种睡到自然醒，烦恼忧愁统统化作动力，舔一口呀，早安，我的蜂蜜，永远爱你，我的蜂蜜。